咸生，你真系气宇轩昂啊！但你好似好熟口面喎。哦，谭总系我老豆啊嘛。哦，原来谭总系老豆啊。诶，咁我哋行啦，事不宜迟啦。嗱，谭生呢个盘咧喺皇朝区嚟计，我见过系最靓、最正嘅，配都有齐备。一阵间咧上去睇完啱嘅话咧，买埋隔篱嗰个区。個大堂都幾 grand， 個樓底都幾高，但係呢啲門面人嘅啫，最緊要睇下上面個單位點，一定正啊！嗱，譚生呢、這個就係天鑽嘅高層 D 單位啦，建築面積1682尺，正三房兩廁，仲有個雜物房添喎，全屋明窗明廁，樓底仲要喺澳門區數一數二咁高啊，全屋一個儲位都冇，仲配備咗酒店式嘅會所設備添喎。我呢個樓底咁高，然後窗樓咁矮，真係最民生高差喎。是啊，呢度樓底咧足足有3.6米咁高啊，即係有兩個你咁高喎、啊。嗱，同埋全屋景觀一致開揚嘅，又光猛，一望過去，永利、海旋門全部喺你隻眼入邊。嗱，入到嚟咧，呢間就係主人套房啦，仲有個衣帽間喺隔離添喎。哇，呢、這個主人房正喎、啊，這個衣帽間我可以將我啲玩具擠曬喺度，晚晚玩都得。我講緊我啲 figure。哇，呢度嘅景觀仲靚我聽喎。系啊，呢度嘅景观咧，仲可以望到南环湖添噶，正啊！个厨房系好大，设备都好齐全，但系我都唔煮饭，咁大个厨房做咩啊？嗱，你梗能就唔啱啦。正所谓一个男人入得睡房，出得厨房，哪怕你出厨房嗰下系揸住个杯面都好，一样都系沟四女噶。個單位我都幾滿意，幾錢先？嗱，呢一個單位咧，8500一尺啫，714啦！恭喜你，你中咗六合彩啦！714萬咁抵，首期啊？首期，我再諗諗先，得閒飲茶。8500一尺，714萬首期，筍啊！好啦，鏡頭前面嘅你哋，如果對天鑽嘅 D 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喺下方留言一，我哋好快有專人回覆你噶啦。記得讚好我嘅專業啊！澳門好萊屋地產有利是風送啊！快啲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業，帶曬佢哋翻屋企啦！